咁樣喺户外 show 嗰度表演，感覺係咪特別唔一樣啊？好特別啦，因為佢露天咧又有成七千人咁多，哇！嗰啲歡呼聲一嗌咧，好開心。會唔會想自己都搞翻個户外 show 咁樣啊？我希望搞，我同公司傾下，係咪好想參加户外 show 㗎？我啲户外 show 比較少啲，我哋多數唱嗰啲啊，有時去外國唱啲賭場啊，香港又唱啲演唱會咧，都係室內多啲。咁啱啱見唔見有啲觀眾都一齊大合唱啊？有見到啊，我叫佢哋幫手唱啊。係，我知道你咧入圍咗咧，即刻咧，我最喜愛男歌手十強喎，恭喜你啊！自己聽到呢個消息覺得點啊？在這裡我借這個機會呢，很多謝各位投我票的朋友，我已經心理心內已經覺得拿了獎就可以了，到時你再不再入五強好三強好，我就不希望那麼多了，即如果入到十強我已經很滿足了。那如果真的入不到五強會不會失落呢？我不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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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一樣那麼開心，我已經覺得自己很好了。咁咧，系咪第一次參加叱咤頒獎典禮？係啊，我做咗53年啦，我從來未試過咁開心，同埋又有入圍啦。佢有冇俾邀請券？你係坐定粒龍一定會去㗎？暫時未有。如果邀請我一定去，就算攞唔到獎我都會去撐下佢哋啊嘛。會唔會覺得以前啲電台咧頒獎典禮咧，啲主持可能會覺得啲歌太低俗，所以唔俾獎你咧？咁我又唔覺得喎，因為好多人話我尹光之前唱啲歌又話低俗，但係而家又轉變啦，我又唱翻我啲歌啫，又話好聽咯，又話唔低俗咯喎，即係見仁見智，人哋中意講乜咪有人講咯。嚟緊聽日 TVB 台慶喎，你都會有份表演喎。係啊，聽晚啊，我而家趕住入去練佢嘅 show 啊，練習啊，係咪都好期待啊？可以參與台慶呢個節目，係啊，好開心啊！仲有會同一班中年好聲音嘅選手一齊添喎，係咪？係啊，係啊。今晚有好多謝播客邀請我咧。咁啊，之前演唱會個成績咁好啦，會唔會想再開 part 2啊？呢啲又隨遇而安啦，睇下我公司點安排。冇嘢冇。我今日留意到咧，頭先啲 fans 嘅 fans 咧，佢住 MC 大把大支持你，話好開心啊都。好多謝啦，個個支持我都開心噶啦。嗱，你哋支持我，我咪開心咯。可以，唔該曬。多謝，唔該曬，唔該曬。